见过你妹妹的身子，她身上那个红痣是何娘子的侍女告诉我的。你听到了？我妹妹莹莹是青白娘子，以后谁再敢诋毁，她就是榜样。哎呦，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故意输的，养精蓄锐，把力气留在殿前比试，这样才能赢回来。听你话的意思。 还想在殿前比试赢回来？别看我现在不行，说不定到时候我就行了。我赌一千贯你不行，罗琴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闭嘴！敢不敢赌？赌一万贯。我不想让大哥输了气势吗？好，哼，一万贯，你们鲁国公府说的话可不能咽回去啊！一万贯我赔你们，这赌局精彩呀！ 哎，盛大郎君，能不能让我们也压一手啊？行啊，尽管压，压一赔一，不是把本将军看得跟圣楚墓一样没用吗？压本将军的，压一赔一，压中圣楚墓的，压一赔十。你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呀！就算是压一赔十，压你的人也是十不足一。有本事你就压自己赢。 你们鲁国公府在长安街上的那些米铺、皮货店，还有首饰行，也该换换人了。大哥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。大哥，你钱怎么这么少？少多嘴。大哥，跟你学了这么久。 当然知道你这叫做示敌以弱，以退为进。虽我们非常机灵的配合大哥，在陆琪面前演了一出好戏。嗯，都拿回去吧。大哥，你被陆琪打得满地找牙，不是苦肉计？大哥，你可别告诉我们你真打不过陆琪啊！惨了惨了惨了，我以为大哥真的是苦肉计，陆琪必输。 我还请那些兄弟都压大哥赢，他们赢了点，至少还请我喝点吃点什么好一点的。你那帮兄弟未必行得过你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大哥在云岚楼被陆琪打得多惨，有点脑子都得压陆琪。那我们也压陆琪，这样不算不够义气吧？哎，楚君，你这样就太不够意思了啊！两个没义气的东西，一试就试出来了，真是。原来大哥真的是苦肉计啊！ 我说了，都拿回去。大哥，我知道我刚刚跟楚俊呢，对你稍微的失去了那一点点小小的信心。但是我们是亲兄弟，我们还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对，你吃肉，好歹让我们喝喝汤嘛！我的意思是，这点钱不够。啊？这不够？不够吗？好不容易让陆琪开了个大赌局。 怎么不得压点房契、地契、店铺呢？可那些东西都在娘手上啊！嗯，嗯，嗯，混账！ 陛下息怒，圣国就算再愚顽不化，也是界选之极。朕本不想大动兵戈。
可是这次如果再不施以雷霆，他们就以为朕好欺负。陛下息怒，臣盛孝敬愿带兵前往，替陛下教训圣国。卢国公，你豪气不减当年呐。不过你为大唐流的血已经够多了，留在长安吧，好好陪陪朕。陛下，陛下，臣陆云己愿领兵出战。蔡国公，你刚刚平定了边境动乱，现在又要出征，会不会太辛苦了？陛下，正是因为刚从战场上回来，才不至于松懈怠惰。这要是在长安城享福久了，宝刀几年未磨，恐怕就会生锈的。嗯，旗帜可嘉呀。蔡国公，朕命你为讨伐圣国的大军主帅。臣陆云己接令。说你们把房契、地契、田契都拿哪儿去了？快给我拿回来。拿不回来了，娘，都下注了。什么？全都拿去赌了。娘，你听我说呀。娘，夫君，完了，夫君，这俩败家子儿快把咱们家给败光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房契、地契、田契通通拿去赌去了。真有这事儿？败家子儿，我爹，我们也是为了鲁国公府的颜面啊。什么意思？爹，小姐你听我说，大哥跟陆琪约殿前比武，陆家说大哥一定会输，还下了一个1:10的盘口。1:10？陆云基这个老儿，在大殿之上就给我难堪，如今还设赌局欺负我儿。爹放心，这位大哥一定给你争回面子。爹放心，我已经把全部都押给大哥了。夫君，那可是我们鲁国公府全部的家当，你得想办法拿回来呀。夫人，男儿热血，英勇豪气，那才是我们鲁国公府的真家底儿。什么田契、房契呀，算个屁呀！如果就这样我们服了软，把压下去的东西拿回来，那我们鲁国公府在长安还有什么脸面呢？和陆琪在殿前比试，外边赌盘已经开到1:10了。正是啊，1:10。咱们困在宫里，刚看着外头热闹，所以啊，曹内侍打算在宫里玩个小庄，当给大家找点乐子。要不要玩手？我要陆琪，我也压陆琪。陆琪，我也压。压陆琪，我也压，我也压，我也压。你们都压陆琪，这庄怎么做呀？
来镇压圣楚墓啊。不是，听说圣楚墓在云来楼被陆琪踩在脚下打呢，谁敢把秦家踏谁去？就是啊，怎么得有个人压他呀？我压圣楚墓。傅司职，这曹内侍坐庄玩的可都是真金白银，你确定压圣楚墓？就压他。你们的父辈祖辈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今天你们要把看家本事使出来，千万不要丢了大唐子弟的威名。谨遵圣意。比武开始。大哥，鲁国公长子圣楚墓胜出。耶！